主料，法国粉250克，糖10克，盐5克，酵母6克，海苔碎4克，黑米饭60克，白米饭60克，橄榄油20毫升，水15毫升。辅料，橄榄油，千岛酱，味道香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主材料混合油质光滑，基础发酵40分钟，分割成4份，滚圆松弛20分钟，排气卷成圆柱形，两头搓煎，最后发酵40分钟，中间划一刀，撒上香松，挤上沙拉酱，预热200度18分钟20分钟。烹饪技巧，最后发酵时为薄面团粘在一块，我用筷子隔了一下，烤时别忘了取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